老板掌声好。哇。嗯。那要和你打 call 一副啊，毛妈死个烫眼就飞吧。啊，龙总好说，好看就飞吧。好的，老板。昨天我们做了五六十张台，卖了300多个窑机，停车位不够停哦，怎么搞哦？哎，老板好，客人说我们的菜太好吃了，又便宜，都抢着买单，差点打起来。哎，你没在煮好吃的咯，中不中？啊，我讲我不想做，你一干得完了，我煮更久哦。喂！喂！冤枉，笑得那么贱哦，虎哥，在做什么好梦哦？你窑机都快服了，还在这里笑，还不赶快拿回去？冤枉！哎呦我的妈！